二位姑娘着实貌美，不过女人就是如此，再美对镜中的自己都不满意。我这里有美白服、长腿服、肥瘦适中服，念咒一遍管用一天。但是有一点，如果你们是为了满足男人的眼光来改变自己，恕本店概不接待。我们与馆主不谋而合，不会因为自己是女儿身就讨好委身于他人。没错，我可是闯荡江湖的女装豪杰呢！啊！ 我就喜欢你们这样的姑娘，那我就赠予二位姑娘一个扶手贴耳符，贴在你们想要降服的臭男人身上，他立刻就会扶手贴耳。哎，不用不用，哎呀，他现在已经很乖了啊。这次来主要是想跟你打听一件事情。有一美人兮，见之不忘；一日不见兮，思之如狂啊。 你是不是找死啊？没看到我在跟朋友说话吗？与两位姑娘做朋友尚可，怎么还跟这毛小子做起朋友来？小子就小子，能不能别忙啊？你要是再捣乱，我就叫人连同花瓣跟你一起扫出去。二位姑娘刚才要打听何事，尽管说，只要我知道。我们想跟你打听一下梦离胸前的这块玉，你知道吗？ 姑娘，你这块翡翠从何而来？我自幼便带着。公子，难道你知道这翡翠的来历？我还真是在。姑娘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他凤长哥是吃喝玩乐的行家，旁的他能知道什么呀？哼，我还真在清凤阁藏宝阁里的古书中见过此物。真的假的？你可别骗我们啊！对啊。 这清凤阁可是混血八派都要礼让的，怎么可能让你轻易就去藏宝阁？我叫凤长歌，自然与清凤阁有那么些许关系啊，我也就言尽于此了啊。